第36题，已知甲、乙、丙三种不同金属的性质如下：甲，长时间暴露在空气中会逐渐锈蚀；乙，在水中会发生激烈的反应；丙，在空气中能保持金属光泽，不易变质。请问甲、乙、丙三种金属对氧活性大小关系为何？我们看到乙在水中会发生激烈反应，所以表示它的反应的活性是很大的。而我们看到丙在空气中保持金属光泽，不易变质，表示它的反应的活性是小的。而甲呢是会逐渐的锈蚀，所以它的反应是中间的，它活性在中间。因此我们就会晓得甲、乙、丙三种金属对氧的活性关系为何。我们答案要选的是 C， 乙大于甲大于丙。